亲爱的朋友，你要给你的朋友什么样的礼物？告诉你的朋友，今天晚上你在这边领受到的，如果你不能够讲得很详细，你不能够说得很清楚，没有关系，将你的朋友带到这边来，我们教会的牧师会给他更正确、正确的信息。现在我们要将我的牧师介绍给你，我们现在欢迎台南三一教会驻堂牧师钟日熙牧师。好，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是真一教会新来的牧师，因为你们之前去年的圣诞节没有看到我，我是今年才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年有一个很特别的晚会。我们这个晚会多么特别呢？我们从晚会的参与表演者，从两岁到超过60岁的人都有，你们觉得特不特别啊？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些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舞台礼物。我们今天的晚会的主题叫做幸福的圣诞晚会，所以会让每一个大朋友、小朋友来到这边，除了来看表演摸彩以外，更重要的就会领受到从耶稣来的幸福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这边，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去。所以呢，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，在晚会开始之前呢，牧师先带领大家为我们今天晚会做一个祝福祷告，让我们今天晚会从头到尾都能够蒙神赐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三位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这么爱世界上所有的人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子最喜爱的孩子主耶稣赐给世上所有的人，不管是台湾人、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各地方的人，只要信靠耶稣、接受耶稣，让他的生命、让他的心中有耶稣，他的生命将充满着平安、喜乐、盼望与幸福。我们今天看到许多的朋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求神你将天上的祝福赐给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，也透过我们今天所有的表演，整个戏剧的呈现，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主耶稣的爱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求主耶稣你来带领我们整个晚会从头到尾圆满成功，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最帅的主年轻的主持人，我们把那个时间交给我们的冰冻主持人。